放蛋夹。好了。2017世界杯极限射击大赛，台湾代表队的两队选手，大家请先掌声鼓励。万岁！很荣幸代表学校来比这个比赛，又很荣幸得到了冠军，谢谢。我们这一次终于不负众望，把冠军留在我们学校了。希望学校继续支持我们的社团，谢谢。我很感谢今天选手们的存在，那我们今天可以拿到亚军。那当然要最感谢的是多冠贸易公司举办这个比赛，让我们这些选手有发挥的机会。当然明年世界杯我们会继续加油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于这一次的比赛，抱着更努力的心态来面对，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去做。更多的努力跟学习，不断的练习，还有从各分站或演出的选手其实都结束了，非常的在对方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使出很多浑身解数来对抗他们，那结果是很令我们满意的。那也谢谢队友之间互相的配合，非常谢谢队友。2017年世界杯我们来了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